古天乐、张家辉、吴镇宇呢日出席电影《使徒行者二：谍影行动》的首映礼。《使徒行者》动作场口就走唔甩啦。不过呢次钱嘉乐负责做动作指导，三位影帝好似就有少少微言啦。钱嘉乐啦，就因为佢用咗荷里活拍摄嘅方法，即系一条过嘅，真系见到就，所以就要好考验演员啦。動作是一條歌，咁就係一個鏡頭咁落去，佢就翻去先慢慢剪嘅啫。咁就咁好，即係呢個荷里活咧，荷里活咧就係資源多啲，有六部機嘅。係咯，係咯，我哋就嚇得一部機，一部機，但係一條歌要拍六次，我哋就係啦，有六部機拍一次，荷里活就係啦咁樣啦。跟住即係我唔係好想講話，因為我哋同荷里活比啊。但是一比起上嚟就係咁咯，一條變六條咯。錢嘉樂咁啱呢日生日，你哋又有冇表示先？係啊，同佢講咗 Happy Birthday 啦，我講翻。我哋會啦，我哋識做。